在铿锵演说中宣布，怀内有个梦，理想多么好，孩子终可拍掌，歧视已关进地牢，人爱自由全遍布，对抗压迫那一仗，有你迎着上。当危难来到，四周充斥苦痛哀号，希望亦来到，你听心亦到了恐怖，这时候来到，最差一刻等我改造，岩隙拆路，尽全能能量，做新将公义的敲舞，还用了性命换世间的好，那管枪声在响，难敌过斗照路途，承继后人齐拥到那会协与那一场，长在高，抬头更